新闻实时报为您播报：川金会上出现北韩宣传片，出品人竟然是白宫。美国总统川普十二日在川金会记者会开始前，会场先播放一段白宫制作的宣传影片，但内容穿插许多有关北韩的片段，让在场的媒体一头雾水，误以为播放的是北韩的宣传影片。外媒纷纷表示，这段影片看起来很怪。 《华盛顿邮报》报道，十二日下午记者会开始前夕，现场大屏幕播放了一段影片，片中将北韩描写成某种人间天堂，金色阳光、闪亮的天际线和高速铁路，还穿插平壤的儿童、埃及金字塔、印度泰姬玛哈林、美国林肯中心的画面。片长四分多钟，影片先以韩语播放，之后又用英语重新播放了一遍。 现场的媒体记者摸不着头脑，误以为是北韩的宣传片，甚至有人开玩笑问：“我们现现在是在哪个国家？”川普现身后，答案揭晓：原来这段影片并不是北韩的宣传片，而是白宫特别为金正恩制作的影片。川普说：“我希望你们会喜欢，我觉得这很棒，我觉得播出来挺有意思的。还有，我觉得他会喜欢。” 川普口中的他指的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不过现场媒体对此则保持着怀疑的态度。川普解释，这短影片的功能类似电梯简报。华友指出，川普过去可能很长利用某种模式的简报说服投资人投资他的旅馆事业，现在他指望用这套办法。 让世界上最专制的政权放弃核武，结束近七十年的国际孤立和对美军的敌意。川普将这段影片的连接贴上自己脸书。 这支名为《命运的故事》的影片片头，好莱坞风格的影业标志。白宫没有回答是由哪个制作公司制作这段影片。川普还透露，他已经在峰会期间用 iPad 把这段影片放给金正恩和其他北韩代表看过。我觉得他们都很感兴趣。我觉得影片做得很好。不过，国际媒体显然普遍不这么认为。《浮华世界》就用劣质的伪电影预告片来形容。 加拿大广播公司说他很怪，南华早报则形容是安抚怪物政权的文字沙拉拼盘儿。川普自己也承认，影片中有些画面看起来有些牵强。他向媒体说：“我告诉他，你现在可能不想要这个，你可能想要做规模小一点的版本，你可能不想要火车和这一切。”川普挥挥手说：“你知道的，这些到顶级的一切，就看你要不要。” 川普又说：“我向他解释，你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旅馆。从房地产的角度来考虑。”以上是例子为您播报，谢谢您的收看。